我是小坤，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欧布奥特曼对付巨型昆虫吧。哎，今天呢，这个欧布奥特曼在村庄里面巡逻的时候呀，竟然发现了这么大的昆虫啊！你看，这昆虫长得呢，竟然比欧布奥特曼还要大，看到没？哇，这可怎么办？啊，现在也是把这欧布吓得够呛啊，因为他现在站在这里呢不敢动了啊。但是你看这个欧布的手里呢是有一把枪的啊，有一把这个散弹枪啊。嗯，没道理啊。啊，因为这个欧布奥特曼手里有枪，为什么还害怕这个巨型昆虫呢？你看啊，站在这里怂了，都不敢动了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欧布奥特曼究竟能不能把这个巨型昆虫给消灭掉啊。哎呦，还真的打起来了。你看这昆虫呢也是比较勇敢，疯狂的向欧布发起了进攻，看到没？你看啊，一直在咬他啊。哎呦，这个欧布拿起这个散弹枪一直在打这个巨型昆虫。好，加油欧布。你看，因为这个巨型昆虫的，哎，我刚想说巨型昆虫很厉害，就被这个欧布奥特曼给秒杀了啊！你看，现在呢也是死掉了，对不对？你看，哇，这个欧布奥特曼还真是厉害啊！遇到比他还大的昆虫，竟然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打死了。好吧，这还是比较厉害的，这才是我们的欧布奥特曼嘛，对不对？好吧，今天呢就玩到这里，我是小坤，拜拜。